喂，安经理，什么代志？你说什么？好了，我今晚就登去公司。是什么代志啊？爸，咱公司新出的美国饮，我食药署勒令下架。哎呀，你，我讲不讲是什么原因？就这几天啊，有真多急性病毒性 A 型肝炎的通报案例，经过调查。一共通点就是，有林丹公司的美国营。真的有可能？咱青衣的保健食品已经做几啊十年了呢，从来唔捌出过什么代志啊！子生啊，你一定要调查好清楚，莫让遐个病患哦，甲咱误路啦。我会记阿妈昏倒一天，急诊室哦，有真侪患者。我得到关怀，妈讲哦，伊早暗拢有啉美国饮啊。我看，是咱的产品哦，去害着妈啦。哎呦，你唔够气啦！你无影无食的代志哦，你莫去牵做伙啦，你莫看到一个影就生一个囝啦。我即摆烦恼的是，有消费者摕咱的美国饮去做检验，咱的产品确实有问题。哎，等下。那个美国是宋美华跟廖乾坤负责的，现在出问题了，就证明是因害的啊！哎呦，我早都跟你讲过啊，莫跟因合作，你就是不爱听。啊，现在出问题了，中计了啦！啊，代志都还未调查清楚啦，你唔通误乱因啦！吴国庆啊，啊，你现在是做信任，做习惯啦。目睭睁袂起来哟，这根本就是宋美华木马屠城入来咱精英集团，甲伊个查某囝里应外合。啊，迄个宋丹青哦，佫加讲啥物啊？严格品质把关，啊，结果其实是咧护航有问题的美国啦，要陷害咱公司啦。啊，这尔危险的手段，恁拢看袂出来哟，妈。你莫大概一直什么代志拢找担心麻烦好无？那真正是伊造成的，谁拢会要关顾阿妈？事实就是，伊一心为着这个家。我无回去请阿婚礼，无好日子过。担心什么做新妇，比你当初做新妇更加艰苦。这拜托你，莫搁一直讲伊歹话好无？我你这是咧威胁你妈妈哟？好啊啦，你莫安尼怪东怪西啦。你即马哦，就踮咧病院啦，好啊哦，照顾吼，妈啊，甲单亲啦。子珍，我带伊啊。我带你来去啊。拜托一下哦，啊，请你把这个交予照顾林千代，还佮有宋丹青的人，好，拜托一下，拜托。林精英医美集团这尼啊大间，佮做几十年啊呢。哪会脱坐到安尼啊？舞到这大条，真落惨呢！哎呦，你是安怎啦？啊，啉者水也会砸着啊！哎，阿林姐嘛，你即马搁有迄个面来责备阮哦？是你脱坐呢？我予你害到伫咧正人的面头前下死下贱，阮是予人补救的呢，我无找你算账。你即马搁找机会，是要推卸责任咯？阮是要推卸什么责任啦？产品为恁家做出去，消费者嘛是来恁公司抗议的呢。今仔日也毋是我出面替恁解决问题哦。我看恁即马哦，一日一日往讲啊，入去边啊啦。你无甲说多少煞，我搁要甲算数。莫讲到家己哦，敢那英雄共款哦。阮精英医美哦。唔知影出过偌济产品，从来唔捌出过问题啦。上好是会出错啊！我到即摆唔着出错啊！哪呢？是谁呢？啊，唔就是你？恁一家子都随出问题，唔就是恁咧创空的？阮何必安尼做？最快后手就伫咧遐啦。你自己问伊啊！李工啊，你们后背砍刀啦！
我哪有啊？我早都跟你讲过啊，这根本啊，拢是宋美华的诡计，伊就是无想要让咱好过啦，唔则叫单亲哦，利用迄个契约婚姻，把咱的子孙哦，每个头壳都无清楚，啊，刷落来，就是逼咱哦，跟伊合作，过来嘞，就是乌空让咱跳啦，阿姐嘛，代志别空啊。伊就走来遮怕人怕救人啦，讲有偌恶志，都有偌恶志啦。宋林峰，你为也是袂见笑呢？爱阮单亲官官，你就讲伊是恁林家的好媳妇。大姐嘛，官互恁挂一大片去啊。公司出代志啊，伊人搁倒伫个病院嘞，啊，你就拍算要准过水无痕啊？事实就是安尼啊，表面上看起来。是你的查某囝单亲救着阿嬷，替阮林家解围。啊，不过这根本就是你甲宋单亲迄只小狐狸仔的阴谋啦，我看出处的啦。你即摆讲单亲是啥？你再讲一遍。总共一句啦，这种食安的意外哦，啊不是头一届，啊不过大概拢是源头出问题。您讲。那不是你，会是谁？妈，我拜托你，看你爹好不？大概每过礼拜，拢是单亲亲戚来验收的，但一切都无问题，才给原料送去工厂。啊，咱袂当。对，都是单亲去验收，才会出这款的问题啦。你搁讲，今仔日唔管吼，单亲甲子孙的婚姻是毋是还够有存在？马早就把丹青哦当作是咱林家的人啊！你卖什么代志哦，拢牵拖去哦丹青啦！啊，无恁爸仔囝，啊，即下是安怎？跟我一句来一句去的，你袂记啊哟？你拄只才给外口的报名牵一个头壳流血啊！啊我嘞，我予唔知影倒一个青仔虫哦，灌迄个有毒的玫瑰，啊即下嘞，还剩我一个。在维护精英集团的权益。恁是在讲这个哦？这块有毒哦！恁即马家己心碎性命，这玫瑰内底有毒啊！吼，我这真正是无天良。才见到这精彩画面啊！吼、哦！你看小雨叫我去啊！不过拄着迄滴灌水，你嘛会惊死嘛？来，小凯，小凯，阮大家是想办法咯，要找出真相。结果你煞伫社会大众面头前证明讲咱的美国人有毒，正义面哦，有你种猪队友，感觉需要敌人啊！恁爸真正有衰啦，哪会甲你一工吃准的啊？佮讲你是无辜的。这个鸦片，就更加证明是恁在创空的啦！恁害阮精英医美，一定要出面甲大家回信的，然后偷偷露影，恁就是要诬告阮林家两家煞体。哼，连安尼你也会拗的哦？哇，世间上真正有你种人诶！死拢死道友，无死贫道，帮你囡仔死未了。你莫伫遐食着甜哦，阁嫌苦啦。啊，毋就是你，你超故意提出要合作，互恁爸这个查某人哦，会当有机会报复阮林家。宋美华，我甲你讲啊，你食较歹个啦，你敢安尼做，我就摕你的单亲出柜啦。妈，你是真正逼我对大声声，你是甘愿心啦？那是有安怎？我头一个找你，你这个给林家放肆的查某，你有啥物资格跟我呛声？妈，你敢放过？我今日一天给你教到知影，啥物叫做礼义廉耻啊！
你即马看到啊，恁爸爸一心想要弥补的这个查某，伊甲咱创工无打去，搁伫恁的面头前甲我拍甲安尼，这个查某，就是恁甲规个心肝拢挖出来给伊，伊嘛嫌臭臊啊！国庆啊，宋美华进前，伊声声顾无功。伊要慢慢啊讨回小姨姨的，这就是伊报仇的头一步。刷落来，伊阁唔知影要用什么奥博来对付咱啊！啊，恁爸真正也是听袂落啊！若是你的心吼伤歹啊，才会甲大家拢想到这尔歹啊！我看吼，怕人怕救人，今仔创空人是你啦。我是头壳歹去啥？我摕石头攻我家己的脚。金集团是阮家的，我害我的翁婿，害我的后生，这敢有合理？为着要达成目的，你会当不择手段，连家己的人拢牺牲。今麦这件代志，阮还阁整理袂着。啊，不过啊，两万万嘛有芳啦。你暗路行济哦，绝对会拄着鬼啦。宋美华，你即摆在讲啥？你给我讲好清楚！来来来，要讲，要讲，我讲给你听啦。进前恁公司参加迄啥物医美大厂活动，是向某个家己公司的利益。当迄个叫做啥？史黛拉。对，史黛拉。若是你收买伊跳槽去别个公司，创空家己的后生查某囝。目的就是要担惊歹看。我就是哦，赖院长安尼无依无束，改网红恶鬼去。原来是你在背后创空。林峰啊，那医美大赏哦，是咱子孙的公司头一张的成绩单呢。你哪会为着吼要赶走单亲，甘愿牺牲咱子孙啊？子孙，子孙，你是爸爸的后生，你替妈妈跟恁爸爸解释，讲妈妈不安尼做，妈妈是有人冤枉的。妈，刚讲你的母家，连我想要替你安康，拢无到地步是毋啦？只是宋凌鸿啊，你有影是真未见笑呢？你安尼陷害阮单亲无大劲，今嘛搁要甲恁囝情绪勒索，叫伊就爱替你保守秘密，家己做歹，你是要连累恁囝到什么时阵啊？凌鸿啊，我真正对你是足失望的，可惜。刘当，妈，我认为暂时先卖追求是向梅姐领。今嘛梅国义嘛下架，只要输卖给你调查，我相信真相真紧就知影。我不管你要哪处理梅国义啦，我干那要确定这件代志袂去烧到丹青，袂牵拖位一边去啦。绝对袂，我甲你保证。但今嘛丹青人伫恁遐呢。你妈妈这种态度，伊即马这尼啊生气，你敢敢保证，伊袂去找单亲的麻烦啊？丽华，我甲伊挂保证，这种代志绝对袂发生。我希望你一定要做到够啦。那等伊找结果，才再讲啊啦。行啊。